我叫 Winnie， 我本身是在 Johor 经营餐饮业，我的店是味食坊，之前有来过吉隆坡走走，然后就有认识到 Simon， 所以也有用过 Golden Choice 的产品了。Golden Choice 的服务我觉得 OK， 因为当我们遇到好像要找什么产品，联络这里的负责人，他们都会尽量配合，尽量提供我们所要的东西。我本身在上一次的walk in， 我有拿到我用的东西，就是 soda gas。在今天的这个 coffee workshop， 我有学到一些 basic， 因为在我们做餐饮业这样久，有些东西我们也不知道，就是今天老师讲的东西，跟我们也学到一些 basic 的东西，跟里面的一些讲解，我都有学到了。这些我都如果讲同行还是朋友，有关于餐饮业的，如果问到我都会把 Golden Choice 介绍给朋友。